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能够来有福分敬拜他、颂扬他、祈祷亲近他，也领受他的话语。愿上帝的恩惠和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我想今天我们继续的领受从信心的诗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实在感谢你，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在这个多难之秋，但我们还能够亲近主，我们还有福分能够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赞美你，求主使我们能够在读你的话语、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想到你是多么的爱你地上的儿女，而我们自己何等的需要你。主啊，当我们想到古人因信已经在这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作为现代的人、作为幕后的人，多么需要你，多么需要在信心上增强，而且要有亲身经历你的一个凭据，帮助我们，我们信不足，求你补助，也使我们的信心信仰能够生发仁爱，你心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你，能够造就人。主啊，求你答应我们的祷告。今天在你面前，身体有软弱的，有疾病的，心里有忧伤的，孤独的，求主特别的眷顾，我们也祈求主怜悯这世界上在动荡灾难的战争的地区，在那个天灾人祸的地区，有特别需要的，求主的恩待。主，我们希望你的国度早点来到，只是我们希望快点把福音能传开，对万民做见证，以致可以催促主的国度早点来到。答应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阿门。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上次就讲到了信心的诗篇，是希伯来书11章。那么盼望的诗篇呢，是哥林多前书15章；爱的诗篇呢，是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保罗劝勉我要追求爱。14章第1节，但信心是基础，对不对？所以上次给了我们信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且呢，为什么信对我们这么重要呢？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凡到上帝面前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感谢主，在这个创世纪第1到11章里面讲到史前的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古人美好的信心的榜样。第一个就是什么？亚伯。亚伯虽然被他的兄弟该隐因着骄傲、因着嫉妒、因着仇恨遭到了凶杀，但圣经讲他虽然死了，人就说话，感谢主，感谢主。上次我们又讲了第二位，虽然人找不到他，为什么找不到他？因为他被上帝接到天上去了，他与上帝同行300年，对不对？365岁就被接到天上，人找不到他，但是呢，又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
他被接去以前，他已经先心里面已经有了上帝喜悦他的名声，这给我们也很大的一个教导，对不对？如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在主里面的，而且是爱主也蒙主喜悦的，你不要担心会不会得救，一定得救，在基督里。以诺与上帝同行，因为他与上帝同心，结果就被接去了。亚伯、以诺，还有呢，挪亚，啊，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他在洪水的时候，因为听从了上帝的吩咐，用了很多年，造了方舟，全家就得救，而且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这三位先祖、先贤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安慰、榜样。好了，我们今天在学习创世纪12章以后的，啊，第一个是先祖亚伯拉罕，我们都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领受的信息，着重是告诉我们要学习我们先祖亚伯拉罕，他也被称为信心之主，非但是肉体的犹太人的先祖，而且是一切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之主，很有意思，对不对？这里首先就讲了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创世记12章，啊，第一节讲到，怎么样？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叫他怎么样？我们不妨看一看《创世纪》12章，好吧？12章一开始怎么讲？很有意思的。上帝说：“怎么样？你要离开本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时候他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呼召，也是记载先祖亚伯兰蒙召的第一件事情。你搬过家吗？搬家是不是很容易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就是以后的巴比伦，对不对？乌尔城今天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了。亚伯拉罕是离我们今天4000年左右的一个人物。那个时候，这座乌尔城还是相当的繁荣、发达、先进的城市，有下水道，有等等比较像样的建筑。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对不对？为什么？这里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因为今天的考古学发现，在乌尔城虽然是比较先进、比较发达的一个社会，在那时，但是在城市当中有一座庙宇，是敬拜女神的戴安娜。有这个庙在那里，所以上帝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正像我刚才所问，搬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离开一个从人看来是还是相当繁荣、相当富裕、相当发达的一个社会。更加出去的时候，圣经讲，对不对？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哪里去。刚刚我们读到，上帝没有指定他到哪一个城市，没有讲，那更加为难了，对不对？但亚伯拉罕遵命出去，遵命出去，这就是信心的一个举动。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对不对？他这样做，上帝很喜悦他，而且呢，就应许他。我们如果读创世记12章后面就知道，上帝应许他的后裔要得福，而且将来万民要因着他的后裔，当然这个后裔，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得福，对不对？那么，很有意思呢。他能够遵命是什么？是信心。哎，如果想到我去的地方，何况还不知道好不好呢？有没有比我们加勒底的乌尔更加方便呢？那可能两个脚就不想动了，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就遵命出去。我自己搬过家，我知道，那么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又回到东方，哇！但在我现在所在的香港，我就搬过17、18次的家了。每一次搬家，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有的时候是啊。工作的需要，有的时候是这个，但搬家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呢比较方便了，有这个搬运公司啊等等。4000年前哪有这些，对不对？何况亚伯拉罕也不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有一些牛驴啊、羊啊，怎么都有。那么，遵命，这是他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信心
跟怎么样？盼望是有关系，对不对？盼望是有关系，因为上帝应许他。但是这个信心真的很大的。刚刚我们也读了，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还叫亚伯拉罕，还不叫亚伯兰，叫亚伯兰，那么那个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孩子，那么还没有孩子，何况他年龄也已经有一点。但是因着信心，他就出去，对吧？今天希伯来书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个时候当然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住帐篷的，但。有意思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知道搬家已经是不容易了，他为什么能够肯信、肯听呢？因为他还有盼望，盼望。上帝那座应许的、所建造的有根有基的城，我们知道，在有些地区国家，比如说美国吧，常常填表。我记得有一项叫做 permanent address，永久的地址。我很多次我都不填，我们没有永久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也填了一个，我发现啊，填的不要说我的孩子啊，我的弟弟啊，哎，他们后来也会这个地址会更改过搬家了。我们没有永久的地址，那么我自己的在 Michigan，当我开始工作了，啊，这个我的大哥从加州赶来，他说你现在工作了，等等，如果一直住。房子也很不方便，也很不划算，就帮助我们付了头款，哇，买了一个，在那条街上是最小的，好吧，也是，但最小也有1000多英尺，1200英尺左右啊。那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早上有的时候。骑自行车，一方面有点运动，一方面我一路走一路唱歌。但看见左右的这些教授的、其他人的房子都是砖头结构的，更大更坚固的。我只有一个简短祷告，我说主啊，哇！我如果在这里有个最小的房子，我已经。很感恩，心满意足了。但等到我读完了这个安德烈教牧博士，那么也在总会要我写一套教材的时候，我开始工作了，有工资了，也可以付所谓头款了。但头款我也付不出，我的大哥帮我付了20%的头款。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我他带我们看了很多房子，很多对我们也太过分了，不需要，对不对？最后找到这一家，他也很满意，我们也很，因为我们下面有个地下室，我们就一看到，哎，这里可以聚会。我们就说这很好，但我记得，当第一天，当我们搬进这个家的时候，我就跪在门槛上，祷告感恩，愿意把这个献给
主来使用。所以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搬家，离开一个相对讲比较繁荣发达、富裕的一个地方已经不容易，但上帝看得更远，因为那里有一座拜女神的达雅娜的一个庙宇，怕他受到影响。上帝的眼光更远，非但为他答应他有子孙，而且他的子孙要使得其他的人得到福分，是吧？尤其是他子孙当中的耶稣基督，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怎么样，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万族要因着耶稣基督得福，而亚伯拉罕也成为相信主的基督徒的信心的一个信心之父。信心是主，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尽管他出去的时候，上帝还没有指示他啊，到哪里？以后我们当然知道是应许他在迦南，但是还没有马上就得到迦南，因为迦南上帝是既是公义又是慈爱的。圣经讲迦南这个几族那个时候还没有恶贯满盈，上帝还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一个由偶像敬拜、由假神敬拜的一个城市，又去到个地方，这个地方只能作为客旅暂时落脚，要到几百年以后，他的子孙才承受了这个迦南地，到摩西、约书亚的时候。但是更重要的说，撒来这个时候年纪也大了，对不对？亚伯拉罕年龄也大了，似乎不可能有生育的。结果，因为上帝的应许，他们相信，尽管是也经过艰难，也走过弯路，但最后，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从小慢慢的经过考验、经过锻炼才增长。开始也是不够完全。我们任何时候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对上帝是个全能的上帝还有怀疑。但最终，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得个老来子，这故事大家都熟。撒来也亲自生下了以撒，一个叫人喜欢的一个孩子。以后我们会的。亚伯拉罕有一度说：“哎呀，我所有的家业就让我的忠心的老仆人吧。”上帝说：“不，一定要你亲生的孩子。”后来他走弯路的时候呢，75岁上帝应许他，到了86岁11年了，还没有得出孩子。结果呢，上来说，不如我把我的婢女夏嫁给你吧，她为你生个孩子。结果果然生了以实玛利。但是怎么样？结果家里矛盾纠纷就来了。啊，夏甲这个埃及人就看不起祖母，而祖母呢也对他也比较厉害点，对不对？希望他最后赶走他。总之，夹在当中最痛苦的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名字已经改作亚伯拉罕，啊，撒来改作撒拉，是多国之母。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痛苦的他怎么样？13年，75到86啊，等了11年没有等到，
那么等到了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吧，结果以实玛利并不能够令人满意，尤其不能使父母开心，对吧？如果读创世就知道。那么再等13年，99岁，圣经一个字都没有。86到9913年，亚伯拉罕的人生历史空白，因为他内心一定是很矛盾、很痛苦，哇！一方面想到上帝应许他，一方面想到自己软弱，结果听了撒来的意见，听了人的意见，表面好像完成了，实际上空虚、混沌，甚至于矛盾冲突。家庭纠纷都来，他知道，只有依靠全能的上帝，而且他自己是不完全，所以99岁的时候，上帝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你不完全，不完全啊，那么。”就在那一年，上帝应许他，怎么样？他自己所生的会来到。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着重的要讲，他是等候一座有根有基的城。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所建造。那么，下面一段，我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跟一个答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包括我们上次讲的，对不对？除了以诺是被接，亚伯。也是死了，哇！挪亚，甚至挪亚一家也都过世了，这里面怎么样？首先，我就觉得这样明显的章节，我们很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于牧人，怎么没有看到？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怎么说？现在只要信了耶稣，死了就上天了呢？没有得着所应许，啊，连的挪亚也没有得着，连的亚伯也没有得着，连的这里讲的亚伯拉罕也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呢？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我查了一下，有1.2亿的难民。包括逃离到外面的，或者在自己国内在动荡的难民，有2.6亿的移民。这两个啊，我最近写了一些感想，关于移民难民的，好吧？这世界还有这么多的难民，由于战争，由于天灾人祸，由于国内的种种的。不理想的，哇，带来的压力或者生活的匮乏等等，是难民。移民呢？移民都是想怎么样？总不见得从好的地方想移到坏的吧？总是希望怎么样？移到一个略微舒畅一点、略微自由一点点、略微民主一点、略微生活。状况好一点的地方嘛，对不对？这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好吧？现在世界上
像移民移到最多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对不对？啊，当然最近也有一些人想移到中国等等。不管怎么样，难民已经烂字已经写了，困难、难民、移民、移民，尤其是新移民，那么人地生疏、语言不熟，都很困难的，对吧？我自己接触过一些，是吧？以前在美国也接触过一些，从东南亚跑出来的，从越南跑出来，柬埔寨跑出来，我也接触过，哇！现在在这里我也接触过，在美国也接触过，自己也做过新的移民，是吧？我自己就觉得，尽管，是吧？我的父亲是出生在我的第二个祖国美国。但是新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是半聋半瞎半哑半瘸，对不对？有这感受。那有些人比我更困难，对不对？移民有很多的困难。难民呢，有的时候时不时的报道，那些从非洲、那些从叙利亚想逃到欧洲去、想逃到意大利的，结果沉船在地中海死了，等等等等，都很多。为什么呢？那有些走不出去的，你像世界有些地方，对不对？有些人租又租不起，买房子呢更加买不起，对不对？一生都没有盼望。我就是打工打10年、20年不吃饭，我都接不到一个买两三百车、三四百车的一个房子。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如此，在纽约我想也是如此，等等。但是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盼望上帝所应许的，而且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感谢赞美主。我想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有添加盼望的人，我们会比一般的人心态平衡的多很多。一般人觉得在世界上，我又没有房子，很多女性想，我没有房子，我怎么结婚？自己父母也住得很辛苦的啊，很狭窄的，总不可能住在一起，更加不会。所谓中国人的四代同堂、三代同堂，他成为夫妇，搬出去吧，甚至租都租不起，买也更加别谈了。结果就失望、就悲观、就忧郁。但如果是个基督徒呢，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生活上的挑战和压力，也难免。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天家的盼望，他们知道在地上。这是一个寄居的客旅，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可能你们都做过旅客，那不要说难民、移民，可能也偶尔做过旅客。怎么样？旅游吧，毕竟不是家，最后还是要回到家。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只是一个寄居的客旅，很多事情会想开。你做旅客的时候，是不是要大包小包，越多越好？最聪明的就是说，一样没有不行，那很辛苦，过多了也是麻烦，对不对？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个寄居的客旅，我的价值观就不一样，我的人生观就不一样，我就不会追求说怎么样？哎呀，我要越多东西越好，房子越大越好。不，知足就是常乐，够用就满足了，简单就是幸福。亚伯拉罕这里说，下面就讲到，对不对？说这样话的人，因为既然是寄居的客旅嘛，当然还不是家，需要有个家。那这个家在哪里呢？在地上吗？对亚伯拉罕当时讲，地上还没有进迦南，要他400年以后才到上帝应许他的地方。
怎么样？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哪里找？啊，你今天看报纸登广告啊，找这个 agent 不？对亚伯拉罕讲，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地位，对不对？是啊，亚伯拉罕。离开了家，如果一想，哎呀，怎么搞？怎么搞？这么不好啊？或者，我也不晓得现在哪里落脚，回去可以吧？当然还是可以的啊，尽管麻烦一点、辛苦一点，还是可以回去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如果我们有一个天家的盼望，我们对在世界上做寄居客旅的时候，我们心态会平和很多，我们的心。地会光明很多，我们人生会快乐很多，快乐很多。但也有些一度做了基督徒，一度有过信仰，但后来被世界所吸引，走回头路的有没有？有，半途而废的有没有？也有，像迪马啊，因为贪婪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圣者，今天有些基督徒，因为哎呀，做基督徒也不容易啊，也不好过啊，啊，还是又回看，又回去了，也有。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对不对？亚伯拉罕每到个地方，他第一件事情，座谈、祷告、敬拜上帝。而今天很多人第一个找的就是什么？到个地方首先。或者先要找个工作，或者就要找房子，这个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你总不见得晚上睡在马路上，当然今天马路上睡的人还有，是吧？没有房子的，在桥底下睡的也有，好吧？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些人住汤房，住的很小很小的也有。但亚伯拉罕第一件找的找，什么？做座谈，敬拜上帝。祷告上帝，把自己的忧愁、快乐，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还有呢，这里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弟兄姐妹，这段话非常的安慰鼓励我们，但是我们千万又不要像有些人误会的曲解了圣经啊，在这个世界上，哎，哪怕做寄居客旅也好吧，等等，哇，总是到此一游也好吧，或者就算是勉勉强强的生存也好吧，或者有的人说苟延残喘也好，但是。我一死了，马上升天，没有。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包括亚伯，包括挪亚一家，包括亚伯拉罕的一家，还没有升天，对不对？这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但另外呢，我们确实有盼望的，有盼望的。就在主再来的时候，耶稣怎么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弟兄姐妹。”务实的事情，对上帝是像翻手这么容易。耶稣不是到天上要为我们去造房子，或者叫天使来帮我们造，不是这我个人体会。买房子最后一个是签一个约，这张约对耶稣基督今天到天上做我们的中保。如果我们一直在他里面相信他，
听从他的话，接受他的爱，也爱他的话，他为我们签署一个最后的约。我们名字保留在生命册上，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天家，那比最初的伊甸园还要好，还要美，而不是说有些人误解了圣经，说：“哎呀，耶稣去为我在天上预备房子，我到底将来是三房两厅的，还是四房五厅的，还是等等？”不，物质的东西。对上帝讲太简单了，而且将来也不一定要我们今天这个地上的水泥啊、什么钢筋啊这类东西。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在地上能够安居乐业，有一个家，有一个归宿，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但结果有困难，结果遇到一些。你就要知道，我们本来世界上就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我们要回家，对不对？有一首音乐我一直很喜欢听啊，I'm just going home。我们正要回家，我们在回家。但是这个回家不是指死了以后，是指耶稣基督再来。而今天，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愿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来生活，愿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来奋斗，愿我们存着这样的爱心来爱主、爱人、爱自己。求主恩待我们啊！如果我们不是世界上难民，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不是世界上的啊。这些这么多的移民，或者移民已经落脚了，也感谢主。总是记得，我们只是世界上寄居的客旅，我们有一座更美的家乡，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人一切所经营、所建的都是短暂的、虚空的，对不对？有些国家。你买了房子最多是70年，对不对？有的哪怕是长久，房子也会摔，也会坏，对不对？也会坏。何况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刹那就过了，一刹那就过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盼望，坟墓是每个人最后要走进去的。那如果我们是主所救赎的百姓，脱离罪恶的百姓，天家是等着我们的。正像上帝接着摩西，耶稣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入迦南，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相信他的人，将来进入我们，哪怕在世界上生老病死。我们是寄居的客旅，但是我们从远处望见，我们就欢喜的迎接，这样心态太好了。如果懂得这个，我们会为世界上很多事情过分的烦恼压制我们，也不会在这世界上就是争取这个那个房子越大越好等等。不，我们寄居的客旅。这个对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很有影响，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我没有个天家的盼望，那也很苦。哎呀，我来到这世界，人家说到此一游，有的游都没有游，游就游了，也到后来就很空虚。有人只是不是在，我说不是在生活，是在生存。有的人生存都不在苟延残喘，但是如果一个有天家盼望的人，而且知道这个家是谁为我们预备的，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也不把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我常常这样讲，也这样想啊。比如说香港有的一条街都是，以前都是买照相机的，哇，买电脑的啊，买手表的啊，或者金饰的铺的。我就说，很多很多，但如果你自己买的，可能就是如此。但如果是一个爱你的人，不论是父母或者你的这个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你情人替你买的一个手表，那这个含义就不一样。世界上的房屋太多了，对不对？尤其大城市，可以说千奇百怪，各种样式的啊，高楼大厦都有100多层的，现在也有，好吧？但如果有一位爱你的人为你预备的居所，这个甜蜜，这个意义是更加有价值的，更加向往的。而今天，弟兄姐妹，你我还生活在这世界，你我还要经历一些奋斗挣扎，甚至还有一些磨难。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居安要思危，不要以为哎呀，我现在很这个，世间什么事情发生都可能，但我们在困难当中，居为要思安。我们既会有困难，但是我们有上帝的应许，天国的应许，永生的应许，哇，我们一定会靠主度完这一生，而且因着主的恩典，因着主的拯救，我们有天国的保证。感谢赞美主，对不对？而且这里就说，正因为这样，称为他们的上帝，不以为耻。为什么我们做基督，有的时候人家看不起我们，甚至藐视我们，甚至于等等，我们不羞耻，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阿爸，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长兄，他在为我们预备地方，不以为耻。我们的信仰必须在这个地上建立，虽然经过考验，还要坚持，直到我们所盼望的有一天能够再做。有一天，我们信心要变成什么？看见，信之所望之事，第四地，未见之的确据，盼望要被欢心。如果盼望到，我们就开心了，爱永长。主爱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但愿我们爱主的爱也能够永长。这是卫斯理约翰的兄弟啊所写的一首赞美诗的一句，哇！求主能够帮助你，帮助我，能够在这样的亚伯拉罕先祖的经历面前，不管在今天，上帝呼召你，呼召我，到哪里，或者安排我安排你在哪里，在这世上生活宽裕，或者生活比较艰难一点都不要紧，因为我们是有盼望人，是上帝所爱，也是爱上帝的人。求主赐恩，求主帮助。我想今天，但愿你我都从心里说，亲爱的上帝，阿爸，你是亚伯拉罕的父，也是我们的父，求你接纳我们，也求主使我们能够学习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仰望你，等候你，直到你再来的时候。谢谢主，阿门。